今日嚟到呢一度參加 Onyx 卡美能達商業系統香港有限公司呈獻 Onyx 卡美能達綠色音樂會暨單車儲電大行動同埋建歷史世界紀錄官方挑戰嘅開幕典禮。Onyx 卡美能達綠色音樂會今年已經踏入第四屆啦。大會今年啦，亦都會由今日起一年十日以原地踩單車嘅形式發電。而喺今次嘅活動當中，亦都希望透過各界嘅參與同埋支持，以單車發電令音樂會達至零碳排放。同時間咧，亦都會將籌得嘅款項喺扣除行政費用之後，全數捐俾護苗基金，為環保同埋慈善同步出力噶。除此之外，今年嘅活動啦，大會亦都破天荒引入一個全新嘅環節，就係、是、各位觀眾嘅左手邊呢度，好多朋友仔排住隊等緊參與噶。佢哋咧將會透過單車接力，製造建歷史世界紀錄嘅。大會今日都邀請咗我哋嘅活動大師嚟到現場呢一度為我哋打氣嘅，掌聲歡迎 C Oscar。OK， 咁啊，今日開心可以參與呢個音樂會啦。啊，佢依家音樂會嘅 press con Show TV， 我係 Fiona， 今日好開心啦，見到 C All Star。Hello， Fiona 你好。你好。點解咧？你今次點會參加呢個活動嘅咧？其實今次係一個環保活動嚟嘅，係一個同大家一齊去破一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嘅呢個活動。除咗環保之外，佢會仲會搞一個音樂會啦。咁呢個音樂會咧，嗰啲電力咧就係由嗰個單車一路踩踩踩咁樣嘈嘈嘈嘈落嚟，咁令到嗰個音樂會可以盡量去零碳，其實係咁樣零碳排放，係啦。咁我所以我哋就支持呢個活動咯。想問你哋咧，平時有冇踩開單車㗎？有㗎，有㗎。某啲人多啲咯。分享一下即係啲環保心得嘛？少啲去喺室內做踩單車啦，咁試下不妨去試下去出邊真係踩真嘅單車啦。咁一嚟可以慳電，二嚟咁可以真係可以吸收一下啲新鮮空氣啊咁樣咯。同埋咧，你對於參與今次呢個世界健力士大全，即係呢個咁嘅破天荒紀錄咧，係啦，你哋有咩感想嘅？咁我見到頭先。咁嘅咁曬嘅天氣咧，都咁多人排隊去參與咧，我覺得係好熱血啊！成件事，即係好多，原來好多香港人都支持環保嘅，亦都係想做一啲嘢嘅為香港。咁香港係近來係缺少啲正能量嘅，我覺得呢個活動係可以俾足大家正能量去做其他嘢咯。唔該曬大家。希望咧正能量會多啲咯 ，Fiona 都需要多啲正能量噶。Yeah.今次咧，我哋請到葉卓雄先做訪問咧，真係覺得好開心。葉生你好啊！你好。係啦，想問一下咧，點解今次咧會推廣環保嘅咧？係啊，其實環保咧，我哋公司一向都咁重要嘅。咁嚟講，今次推廣環保咧，我哋係希望就係話透過踩單車啦，咁就係要發電，咁嚟到支持呢個音樂會。咁啊，踩單車發電咧，其實係一個好辛苦嘅活動嚟嘅喎，大汗揼細汗。咁所以咧，令到即係市民咧可以感受到咧，原來發電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咁從而咧就希望佢哋可以平時珍惜用電咁樣咯。想問埋咧，如果以人力係發電呢個綠色音樂咧，係咪你哋首創噶？係啊，這個人力發電嘅綠色音樂會咧，係我哋公司所首創嘅嚇。咁就係同埋今次嚟講咧，我哋仲希望咧係可以係伸延到去咧，就係創咗一個香港人嘅世界紀錄添。用呢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呢個揭秘咧，係你哋邊一個諗出嚟嘅咧？當然係我哋成個公司嘅團隊一齊諗出嚟啦。咁因為我哋其實今次咧已經係連續咧係第四屆搞綠色音樂會啦，咁所以嚟講咧，我哋希望喺今年咧可以有一個新嘅元素擺落去，咁令到咧係嗰個叫做環保嘅信息咧係更加可以推廣俾廣大嘅市民嘅。係啦，咁點解要揀呢個單車接力賽咧？哇！單車接力呢一樣嘢咧就係好緊要一樣嘢，就係可以多人玩嚇，咁一齊可以一齊去玩啦，咁同埋一齊去做呢個世界紀錄咧，會令到大家更加開心啦。咁所以我哋就選擇咗呢個單車。接力同埋單車咧，其實係都係一個好老少咸宜嘅一個活動。其實即係由細路仔至到大人咧，其實都啱玩嘅。係啊，只要識踩單車嘅人咧，都可以嚟玩。有一陣都會玩下。同埋想問多你一個最後一個問題，有少少秘密嘅。咁咧搞今次咁大型嘅 show 啦，大概會用咗幾多少錢咧？係咪要使好多㗎？係
睇啊，其實喺即係資源上邊係真係用好多嘅，咁但係愛地球由心出發，咁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使幾多錢都唔緊要，最緊要咧就係真係可以推廣到環保呢個意識俾香港嘅市民啦。唔該曬你，環保咧其實係好重要嘅理念嚟嘅，所以使幾多錢咧，大家都一定要落力支持啊！